那为帮助患血糖病的孕妇尽早接受护理，主角妇幼医院试验以无需针刺的血糖仪器，为孕妇进行血糖检测，让孕妇免受针刺指测量血糖的痛苦。主角妇幼医院同淡马锡关怀基金合作，从2016年10月至今年9月进行为期3年的试点计划，为孕妇提供定期体检，以降低未来患上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。计划成功协助更多孕妇接受体检，从原本的10人当中只有约7名接受体检，增加到每10人有近9人，尽早发现就可医治疾病。There i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outcomes because actually reduce poor outcomes by 50%. That's in terms of the macrosomia rate or the large baby rate. 目前试点计划进入下一阶段，约100名孕妇将可参与，并会使用无需针刺的血糖仪器来测量每天的血糖水平。